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系阿明古刘浩明分享苏康福气来嘅。今家生意呢，要讲黑化嘅一来一社会，嗰种人会认为讲学习黑化同啊等嘅学教嘅母语教学有关系。喺2017年啊等嘅教育生涯想法变松以后，亦可以帮我哋每一个县市嘅生涯学教可以有15%安度。嗰种即是将我哋闽南企业嘅中国少，亦都决定去转型。变成全国第一间用客家人文的私人教育学校，而希望讲用一个客家人文的一个主题，比方我的学校底部生意呢，可以学会客家话，同时一接触到客家的人文的一个生活。噶多在对108人伊就开始做生意后，109人伊天天学起嘅。噶多在个私人学校，多在攀野鸟咯。啊，今明日若都学有强度啊，等呢，佮中国社会刘家峰高中，还有我的陈志飞主任来中来现场，我的马上来欢迎我的呢刘高中来现场。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隆国小校长刘家宏。啊，恁今下啊有唱到我喊的陈志弟，伊即个系吉东国小即个毕业生，同时嘛喊我的服务主任的陈志弟郑主任来来看上。主任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闽南的陈志弟，啊，目前是吉东国小担任服务主任的工作，我本身也是吉东国小毕业的教育。啊，我想起还好，因为我想讲。人家台湾人讲，生涯学教嘛吼，佮当初恁当我做物个外上，我把吉东国小变成一个第一个客家人文的一个生涯学教咯。我想当初会想要申请客家人文实践学校，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原因，一个是有感受到客语的流失非常的严重，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个人的因素，因为我本身是客家人，可是却不会讲客家话，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遗憾。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客语的流失的一个严重性。原本我也想说，其实我们在美浓应该是大家都很普遍会说客家话，可是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说，在家庭里面会说客语的其实只有10%，那如果兄弟姐妹之间会讲客语的其实更不到1%，所以其实它的流失非常的严重。而且我们也经过一个调查，其实我们小朋友的客语能力他在国小4年级的时候就到达了顶峰了，也就是说他5、6年级甚至他国中高中他的客语能力都不会再提升，所以客语的流失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另外一面对我个人而言，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哎，那个高总你是客家，你是客家人吗？我觉得这句话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觉得一个不会讲客家话的人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是客家人，好像是背祖，好像是已经真的就是忘记了祖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说到呢，高中呢讲哦，这个嘛吓到一下，因为其实闽南语算我的六对礼拜算是我的呢客语没突过过诶，吼，但是没想到客给高中安尼伊的讲法都讲，哎，其实没客语呢没突过过，但是虽然你会讲客话话，其实越来越少诶。可是，但是你看，头东阿人咧高中可以，如果讲起讲，冇唔错，也行嘅，但是唔会讲客话。可是因为讲一件事情，冇睇见阿生意嘅情况，看到一件事情，我想敲问一下高中，你这个系哪一年啊？我的祖籍其实是屏东万峦的五沟水，但是呢，我爷爷奶奶的时候就搬到那个原潭地区，是属于旗山，大部分都是使用那个闽南语。那我妈妈本身也是闽南人，所以我在从小的环境里面，大概接触到就是闽南语，比较少接触到客语，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不会讲客语。但是也从这里就会知道说，去家庭教育真的蛮重要的。如果在家庭里面或他小时候的环境里面没有接触到母语，没有接触到客语，其实他大概就会失去这个能力了。这一部分我想要请问一下高总，因为你这个独特一点一点安尼安尼的身份态哦，你这个对，你喺某个时间对你这个系印尼系的客家人系开始呀？你差不多一度时开始认同系的客家人。当我有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之后，其实已经将近40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情节，所以其实很多的客家人他大部分都是隐客，或者就是说，搬到闽南庄之后，其实就是会隐藏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一直到就是我考上校长，然后准备分发
正在犹豫选择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我对到客家学校还有一点害怕。结果我舅舅跟我讲说，你就是客家人，你还害怕什么？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说，一直忘记了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客家血统。可是其实即系开始认同即个系啲客家语，伊啲最重要嘅伊啲使命以外，其实马巴也要传承客家话，也要终结太音，嘛啲谈下来。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讲其实我哋更加好教育用我哋呢曾经是教育嘅，佢做乜嘅话要去省腔，把佢动过时候变成伊啲用客家语文嘅思想好教咯，一两扎有乜嘅差别咯？其实课语沉浸式教学或者说客家双语，在美浓地区已经推行了超过八年，但是所谓的客语沉浸或者说客华双语，其实它很局限在班级里面，而且就是说它会随着老师的意愿，就是我可能今年我参加，但是明年我可能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太累了，或者说没有这个意愿了，可能就退出了。所以第一个它成效可能就是限于班级内，那第二个它的延续性又会按照老师的意愿而有所变动。那我们今天成立客家人文实验小学，就是把这个语言就变成我们的政策，所以它就是全校都来实施，每一个科目，然后每一个老师都不去投入。可是你的意思如果其实曾经是搞好，虽然说以后的上课时间完全用客家来讲，但是就变成说各种客家的欣赏，伊无办法一批下，无论讲伊也要最大的功效，全部都听来办业地方，可能批得办业，伊无参加，也要曾经是教好的，伊都唔会讲合法。佮种个，我想问下主任吼，种个其他变成私人学教时节，你真是有发现到讲四年内个客家发挥能力变得过好啊？我们转型变私人学教时节吼，我们欣赏也听下就会想到也要跟四年讲下。也要要求森林用合法的给回答。前年反境之下，森林哦，伊明年就讲合法机就变更加多，所以一年明年就明年一年进步啦。伊讲合法能力也很强，进步过多，是啊。伊咪吼，你一百零八年开始变成伊个私人学校嘛吼，之前嘛，系算是一啲普通嘅学校。佢对先生来讲嘅话，你即系学副主任嘛，即系对先生来讲，因为先生唔可能讲啊，一百零八年啊，都开始全部会讲合法先生啊。因为 Q 有先生都停顿学校变成一个私人学校嘅时间，马上都要讲合法。佢是只学校诶，可能讲先生嘅反应样嘅呀。先生当然听下就想哦，教下来课上，俺们就变成私人学校，俺就讲下。他说有不讲哈巴先生，当然就心理负担蛮重。啊，唔要讲哈巴先生吼，伊就想啊，刚才可是咧好合讲合法哟。好，安尼情之下，安尼先生之间哦，演出会互相就会用哈巴来讲。啊，唔少讲哈巴先生，天天的演哈巴也会少讲诶。比如讲安尼一到六年生的先生，三年生先生没行呢，但是伊今仔也关键成就讲好讲合法。啊！伊也参加呢，俺行业认证吼，初级有通过诶。啊，接下来又准备安尼中高级，哈。所以演安尼课上底部吼，欣赏哦，演出有咧认知啦。也就例如讲，俺很唔少讲行，俺用高三年来讲行咯。啊，三年用了改讲用合法来回答，哈。所以欣赏演之间也有成长，也有进步，嘿，看咧。因为我们说人家过多的演示吼，开始在变啊，在客家话的教材吼。如果其他教材地方常用客家话来讲，但是其他也不教材目前出来以前，我们还是用人类的教材嘛。不过你有的人类教材有的东西用客家话讲，其实困难呢。譬如讲专用名词，好，无论讲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好欣赏，怎样去面对的困难。好，突然的问题来讲吼，欣赏人彼此之间吼，人不晓得的就问晓得的。好，因为我搞客家的东西，所以我了解客家文化。好，我去了解，我去接触地动，吼，我就会天天来吸收一下我客家文化。了解以后，才按练习讲我的合法，敢用合法来表达出来。所以要得欣赏，人有得会虽然讲对啊课上有得会个生疏吼，但天天的人也会有会个习惯，嘿。可是我们提供，其实要转型的时间，吼，我们的欣赏要做一点准备嘛，吼。
也不分啊，龙门高中哦，因为你是对一个普通的学校变成一个客家语文的生涯学校嘛，你用我去吞高加中高。嗯，其实，在转型的时候，老师当然也担忧，那我们家长当然也更担忧，因为这是一个创举，然后他们也会很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升学啊，或者说功课会不会影响？那时候我们其实跟家长就是说，基本上他的基本能力，像国音数，我们都会顾得很好。可是，在国音数之外，其实它会有更多元的客家主题文化的主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家长他就会放心说，哎，原来我原本的基本能力并不会被放掉，而且他还可以有更多元的学习，所以家长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蛮认同的。可是，你对一般人班人还是做生意，很多一般人穷人都更加来讲的话，家长有乜嘅反应冇？家长其实他们是蛮高兴的。因为原本其实可能学生在学习上他并没有那么有自信，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客家的自我的追寻跟认同当中，他可能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所以这个连带也影响到他的基本能力的学习，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取得一个蛮大的信任。而作为的生涯学校已经规模简单了，而作为的全国第一的用客家语文的生涯学校其实够困难。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再买个多跟你猜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上档节目我等来一遍全国第一间用客家语文生涯学校的高中刘高中，还有我等的陈祖英来到来现场，同我们讲伊在当初让我把这个要激动过时候变成伊的生涯学校。我想要请问一下高中哦，因为彤彤你听我讲，哎，我都把伊变成伊的生涯学校，这让我相信讲，伊前面应该有一个准批的考，伊准批的工作，搿准批的工作差不多有一久啊。从我105年到吉东国小，大概就有这个想法。那当然，在实验教育之前，我们也有长达一年的筹备期。不过，当我到那所学校，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课余的流失很严重，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打出一个口号，就是说这个实在是刻不容缓哦，因为那个课余真的就快要流失了。然后我们就说，哎，那现在有一部电影还蛮流行的，那个时候叫《即刻救援》。那我就说，这个就是真的为吉东命名的。这个吉客就是吉东的客家人，所以就由吉东的客家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打出一个口号叫做刻不容缓，吉客救援。也因为这样子，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往实验教育这条路上来走。不如先从他讲语言的参详了哈，如果讲海邦阿的歌手，可能会变成阿的那客家语文的一个生涯歌手，然后同时嘛一本给学校的现场做的准备，因为像彤彤阿在中英讲的国家讲，哎，我们做阿在教学的时候，阿在互相谈数。但是其实对于有人来讲的话，你在工作上面马上我好一点，这个没办法好的话，好，你这个又要拿到一个初级的认证，其实对贵多人来讲，没按简单啦。噶现场嘅部分咯，现场嘅部分的准备的工作很重要呀。演二边亚高锤时节咯。演出有四 D， 有的想就四 D 去，也比较变那呢，哎，闽南的呢特色，好、哦，也就会实地去踏查，去摸下的耆老，好、哦，要都变呢高潮，而有所本，好、哦，有的依据，啊，本身呢，那有正确的呢，眼光还搞要文化知识，所以演先期工作其实准备归旧，好、哦，那我怕来变要高潮，啊，地都唔晓得，那蒙眼人家都好分体的欣赏。他第一个客家文化欣赏，他第二个客家文化欣赏。可是，伊在那准备工作的时间，其实都开始有接触到个客家文化嘛。可是，一部分还想问一下高总，就是说，你这个变成一个客家语文的生涯学校，你还会教出来的部分嘛？如果你还会课程安排的部分，你这个很样的落去安排呀、啊？嗯，当然，就是说，在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语言跟文化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可是，我们也在想说，一个学校。也不能只有单纯教所谓的语言跟文化，它应该还要涵盖更多的面向。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定出所谓的4课5例，那这4课就是传客，传统的客家，所以这个在传承我们客家的语言跟文化。那第二个就是创客，
那就希望它是一个创新的客家，那也结合当代所谓的 STEAM 的教育，就是创客教育或者说叫做制造教育。那第三个就是美客，那希望它有更多的客家美学，包括我们的陶艺、我们的竹编、我们的蓝染都把它放进来。那最后一个就是行客，它具有行动力，然后它可以行动援救，那也可以感恩付出。所以我们的四套课程就是传客、创客、美客跟行客，然后让它有语言力、文化力、美学力、创新力跟行动力。故事说讲，变成讲，虽然讲伊系伊的那个客家人文的伊的声音好讲，但是伊包含的范围其实都过多，吼，我们的美好，吼，我们的创新力，吼。如等于讲，虽然讲系讲好了，系伊的客家的人文伟大的伊的声音好讲，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声音呢，其实同一般好讲无差嘛，只是讲我们用客家话来。来教，佮创下那时节，啊，想问一下啊，等下陈先生，即个上课时节还没用客家话上课啊？爱上课啊，哈，因为上来讲生意拢过强做了，爱比如爱教生意项目必须，教生意教难，啊，爱拢一路课上拢生意拢过快乐，啊，爱拢用客家话人讲，啊，生意言过自然也用客家话讲，嘿，所以爱上来课时节吼，爱拢客家话人讲，嘿。啊，所以原来吼，就下摆讲合法时节，有的时候卡吵是吧？但是也讲唔怕，只要有其认真做的。但是问题是，各种晋江人，那一般人班人开始转变的嘛。刚才有些一般人青年啊，已经用好个声音呢，啊，又谈唔是合法呗？以前一般人班人的时节，伊也要上课前先用咯。所以，哎，有的时候要看声音的反应的情形，所以哎，合法团建议拢会两个来交叉使用，哎。讲讲有的生人爱讲哈巴塔姆斯，好，但是原生人爱长久的吼，也学习能力够强。听一百姆斯，塔姆斯听一百就塔姆斯嘞，所以爱还是用尽量用哈巴也跟人讲嘞。嗯，那像目前我高中吼，今刚来的全高差不多有多少人啊？哎，我目前全校是83位小朋友。噶，也得有83位生人的来讲啊，全部系闽南区啊，有外区的学生啊么？我们去年。77个，然后今年是83个，那也可以预计明年大概又会再增加10个，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在吸引外学区的那个学生。刚想想问一下讲，初中讲77个好83个，然后明年可能会更多的，这就新增加的外企的学生，以听到以后以为什么原因来呀？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对我们的实验教育也感到好奇，然后他们有的来看看学校之后，哎，发现就是哎，学校好像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哎，竟然有陶艺教室，有创客基地，然后有漂亮树屋森林，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哎，来这边可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学习，哎，然后进来之后，哎，当然也会发现就是说，哎，这个课程真的跟其他学校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它可以接触到很多，像说陶艺，哎，也许就是一个我们很重点的发展，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来这边，哎。基本力可以顾到，可是又可以学到很多在其他学校所学不到的东西。哎呀，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现场好多有看到盘的啦，都在问啦。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哈，一些新人的作品系咪？嘿，一些的作品，俺当初时节，俺就买啊条安尼，现成安尼盘的囤玩，就速配啦。嗯，别人挖上去挖的。俺让用俺这个研究制作出来的透明釉，来给双诶做釉色，变成新年下作品了呢。噶这么当初我想要发展俺的一种课程。也课程啊吼，俺想要特别介绍出俺讲俺有很多八公色啦，哈，因彼时节俺会想俺的课程啊，就会想到俺们高深的高难，而用跟俺八公连接。好，因为八公是俺们八乡省发的一中心呐，俺也是俺们森林的吼，平常各一些地方，啊，从俺们开学前，从学期结束，俺拢带森林的去八公啊创业，由俺高中带俺全高学生的先生去创业，啊，保佑森林今年吼平安健康啊，土树进步，哎，啊，佮时间啊，我想，让我跟俺八公融入俺个高内课上地板。啊，有啲机会，我就跟俺想罗神和高叔哈，给上俺的想法哈。啊，伊俺就同他研究啦。啊，最后
就像干爷要把公安拜拜上佛呀，该用俺的透明油的呗，该研究变成俺透明油，过喷了三年的作品当个，好、哦、哎，原来想法俺出来做，啊俺罗高叔就俺指头俺呢，过还三年，从俺的拿上佛到后边十年研究出来也要透明油，啊都喷了三年的作品出来，好、哦。俺我们三年的全程的参与，所以俺看要手绘作品吼，让拢俺三年平常演，就演神发的情形，有的会就俺暗油的情形，有的就俺后工做披萨油，有敢给品挖出来，啊，有的一些种真物，有敢种真物挖出来，啊，又还有俺丝袜情形，好，所以俺们拍的文啊，都拢归多元化，演的神发，演一宽多情，拢给挖出来，最重要的。要八公的对俺八公的保护哈，要智慧哈，十几万盘的地板，俺心里哪有吃饭，哪有夹出的时间，也能想到也容易哈。所以俺八公是原来也原来有来啦哈。啊，中间有了呢平安符哈，给平安符出来拜俺高亲的时间，俺能做不俺内边的那个伴手礼，嘿，啊，也到内边相当介意啦。啊，接下来俺就要搞新年呢。来做一家平安符，送本一家，送本一路看你，变成一种看的意思了。嘿嘿嘿，因为其实金刚阿登的好高啊高，我因为讲阿登一般的传统的神法地方阿登，我精神啊，因为是一种迷信。但是八公对于客家人来讲的话，其实伊唔算乜个迷信，伊都系阿登的亲人，同阿登的祈福万福，其实都同阿登的八公有关系。伊唔单止系伊的阿登讲，系伊的神。其实一路过公过亲戚一些，如果阿登阿登自家要录卡人，可是伊没嘛个迷信的问题，但是伊喺阿登客家文化底部归重要一部分，可是变成讲你会把八公的信仰也部分融入你的客家客家底部的教育，变成讲对晚些时间，比如些年呢，伊都可以接触到讲。也没迷信，因为阿伯哥拢在这家录卡音，拢在总统中迷的一个神秘，迷白都保护了他家人的出生年月，他家人贵家品咯。我是这部分我想问一下高总，从那一部分的讲，按照八公社会考场来讲的话，对你来讲的话，也要意义很嘛呀？这个我们把它命名叫伯公哈，我们也可以来想想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把那个土地公哈叫做八公？其实他就是好像一个很亲切的长辈。是你每天都会见面的，所以在美浓大概有超过300座的土地公庙。那很多人也想说，哎，文化是看不见的，信仰是看不见的。其实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是如何把伯公的信仰文化跟我们的陶艺作品来做一个结合。那这个时候我们取它的香灰来做成一个透明的釉料，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像我现在挂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就是说早期为了求平安，也会在身上挂一个香灰袋，啊，因为就是可能跟神明那个祈求平安，挂一个香灰袋。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伯公的香灰，就是把它跟陶艺作品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不用特别挂一个香灰袋，它可能就是在你身边就是永远不会褪色，哎，然后也很。健康也很安全，就是陪伴在你旁边。可是，伊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的啦。嗯，其实这种传统的文化不可以单单用宗教的角度去看伊。其实，伊是一种对生活地位、平安还有富足的一种想法。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再买个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创造些网站在内边，给中国社会高中同安的主任，同安的修改一点的北工社会的课程。我想问一下主任吼，从更加实验国小到更加来讲的话，这个有看到十年的有冇个转变？俺好讲转型和十年的改变改态，吼，因为十年的俺们地北课程地北过多时候，十年先从去看、去观察、去记录。哦，下堂遐度起了讲法，哦，啊，然下去，比如讲，俺去看佛房，因为叫佛房建筑也同样诶，所以沿的指示咯，拢
过一个亲自去体验的，没像看课本安尼写的知识，所以沿安尼以后对俺的客家文化的认同变有提升，哈啊对这个客家也会有自信安尼。啊，提供能启动国小的个生农教育，特别其实算是够有名了哈。伊咪在高雄市的个国中，在国内嘛够有奖。你们通常在观众朋友了解下，能咪启动国社会生农教育很用啊，去推广啊。安尼好讲生农教育哈，推行的十多年嘞。啊，也十多年来，安尼每年哈考上拢有规划，从一到六年生。所以安尼三年每礼拜拢有啊体验的考上，不管是田方。是俺们安尼教师底辈，啊，俺们课上里头会有同俺们跟俺们安尼师农教育连接，所以新年的演春最基本呢，都一个作物种下去都树上，哈，啊，要多嘛问题也拢会清楚，所以也能最后呈现出来成果哈，去参加国公司的比赛得第一名，去参加全国得到第一名，啊，尤其全国赛的时节哈。也就专家来问言问题，啊，也拢也就也有题目拢过专业啵，生意拢过试验就回答出来，所以也就专家就讲，没有，刚俺生意安件安等子喏吼，啊也又过过嘴吼，安尼安尼过可爱啦，啊诶，讲个也过试验，吼，啊，所以也证明讲俺们是实农教育的成功。也证明俺的实验教育的成功。对，就是讲，因为实农教育唔会变成一个硬派的，好硬去做的。系啊，伊变成系咱爱人的生活底部，可以滋养啊，就学到的东西。一方面，爱人系多多向爱人本来如何一个激动，或者如何一个乡村的学教嘛。可是，爱人讲总体好欢迎，去了解吃吃不很样的来的，很样的菜的，好睇天然地方样的菜，啊样的吃去样的叶片，样的冰水，一种东西观察以后，也就变成以生发地方最重要的部分嘛，佮吃人的部分。可是骗人们来讲，可能佮专业问题，对我来讲，做农事生意来讲吧，你如果吃人，我的名义都做安尼。错错错。但是啊，除了头摸一下高中，因为头到高中其实广东啊的呢，西夏哈，同时嘛有广东广啊的呢。也要學校地位，話要改造佢重要嘅一種創作力、難民學力嘅幾種能力嘅培養。啊，提供人學校對英文也件事情嘛，佢重要。咁人要話要安排英文也件事情嘅一種考場咯。全球化時代，當然家長也會在意，就是說，我的孩子他的英語能力好不好？那我其實也要舉幾個例子啊。第一個當然就是說，其實客家文化應該是人類很重要的資產。所以本来他就必须要让大家都看到。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本来客家就是一个很会移动的民族，适应力很强的一个民族。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对我们而言，把我们好的东西介绍给全世界都认识，所以去接轨国际，去迎合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它本来就很重要。那我们除了客华双语之外，其实我们本身也是所谓的英语的双语实验学校，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有外师，然后也有一位中级的英文老师会跟外师做搭配，来学习这些英文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国际教育的素材。可是其实到更加位置的话，唔看唔单止啊，等等学校地位哈，就有很多的美学力啦、创作力啦，哈，啊，等嘛有啊，等等嘻哈的一个精神，同时啊，等用一个客家话来教育，然后又学英文。啊，像我们要高中的讲，你这个开始在听到变成一个声音好高时，都紧张，你要 up 有几台吗？其实会有压力，哎，这个还是难免，因为那个以目前来讲，我们可能是第一所，那也可能是暂时是唯一一所，所以，但这个压力是来自于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走在前面？可是是可以给人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美好的经验，而不是说，有这个名会不会觉得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开始就当初那声腔变成一个客家语文的试验学校时节，你当初一声腔的时节，教育部的官员无同讲，嗯，真是确定哈。其实一开始有时候我也会开玩笑跟大家讲，就是说，那时候大家问说，你确定要做客家人文实验学校吗？其实那时候真的没有多想，有时候我就是开玩笑说，别人可能是连想都不敢想，啊，我们是连想都没有想，
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做就对了，所以我们就来执行了。那教育部对我们这一个方案，其实他是蛮肯定的，因为当初我们所提出这个四课课程的时候，哎，他会觉得说，或许这是在客华双语另外一条路径，或许这是一个客家实验学校一个很好的途径，所以教育部他们是也是非常的欣赏，当然也得到客会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头先我在谈能讲西汉的时间，我都发现到讲，其实我像我咧以前咧用客家话去搞天罗的时间吼，我常常会讲话讲，其实各种生意咧对这件事情系有心思的，好，唔知甲唔管系用乜嘅，系用乜嘅语言去讲，唔要用英文去讲，用乜嘅同学，其实伊太有应用嘅路，我会认真一啲。谈外，然后去学习个东西。可是变成看，头有讲，我们的有创客，哈，用客家话来搞亚文能力，好，用客家话来搞米食的能力。我老板就说，唔错，冇唔错，知道客家话系伊的媒介，客家话系伊的中间的伊的方法。他说，生意呢，真是对一件事情很有兴趣的。你如果用英文来搞，你如果用客家话来搞，其实伊还是有兴趣，而且慢慢的对有兴趣的个事情里边。伊都开始过自然去接触到，哎呀，有东西很让我讲，某东西很让我讲。可到目前为止的话，高中这个年纪应该会升高吧？有满意吗？其实也才历经一年，哎，今年是第二年。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很多分的一个作品，然后很多的奖项。其实我们对目前的战果，当然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欣慰，嗯。而且我要注意吼，这个不会猜天意嘛？好，这个这种怪兽病也没嘛。当初我变成的生意怪兽时间，这个都这种怪兽病也没生意嘞。你就我感觉到讲做戏，啊，以前凡是做戏有安尼好讲，没过好话。真是有安尼感想，因为爱生意呢，伊可能爱好讲变安尼，伊讲爸爸讲，嘿爱看慢出神哦，爱就像通人好搞呀，因为以前通人是好搞啊。其实好高，就无安多远，无安多发通，无安多本身你学习的东西。伊讲啊，我们好讲生日人快乐哦，又没抢托课本的东西，安多好高。个其实就能激动过少天人的状态，地步变成一个客家人们的生日好高时间，状态地步客家人的反应怎样？人有得问问啦，我们讲生日好高慢安哦，啊，其实我要跟人讲，还讲哦，其实我搞的东西啊哈，变较多。原来只是还是有讲，好、哦，没讲讲原来东西跳的。俺像讲俺的客家元素该讲一地方，本身呢又看认识俺客家的东西。咁我原先发家呗，原像提供，哎，俺除了经营，俺除了课本地方，还有蛮多东西好学习，没其他想法，但是唔定俺客家文化，所以家中其实也归认同，呀，俺沙溪民众也归认同。呀，嗰种变成一啲好高嘅转型，可以得到我哋啲民众啊，啲社区嘅一种接触吧，其实系啲最重要嘅事情咯。我想问下高总，佮对未来咯，你对要不要生涯好高嘅未来有冇个规划啊？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语言的部分，一定是要把它复振，要把它保存，然后可以活用，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那同时在这一个目标底下，当然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文化传承，然后有更多的创新，然后我们的客家美学，它可不可以就是在它的生活里，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极东美客？哦，这极东美客就是说，它是有成人之美的，它愿意去成就别人，然后呢，更重要就是说，它也是美浓的客家，它认同在地，然后愿意为家乡付出。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说它可以成为一个极东美客。可是人家美学不单只讲伊系伊的欣赏讲的一个事情的能力，同时伊系一种土地上面的一种可以去生人之谜啦。如果变成讲，你可以去完成天然天数天然去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最慢系伊的系认同美农一件事情。可是人家美有三种无同样的一种解释方法，一种系美学的美学的。好，一种在成人之美，好，一种同土地上面可以天数平移，希望是平移的事情，最慢也可以认同也会向着。噶一部分的东西，我想最慢想参问一下高总，噶你这个的客家话能力哦，有进步吗？现在来讲就是慢慢就是说，可以听得懂的越来越多。当然，另外一个对自己的承诺就是说，我今年
希望可以完成课余初级认证。其实我们也有两位闽南籍的教师，他们在今年在去年他们都已经取得了那个课余初级认证。那也跟老师讲说，我们就是课余重点学校，所以呢全校都要会说课语。那当然我现在身为校长，对于还不能够很熟悉的来使用课语，这是一定要赶快快马加鞭。所以就是在这边也做一个很大的期许，自己在今年度一定能够取得课语初级认证的资格。我首先努力一天不会让，因为其实我要等于有很多学校的欣赏，我提天数我都会教导，但是至少啊，首先高中有一点也分心，我第一段读个研，我做不读个研，可能讲望错哪一行业，唔会讲合法的行业，但是啊，有一点分心，好，开下要中档，开下要太硬，同时啊，冇办法去个合法提供个清楚。嗰时候今年啊，就发现一件事情，你讲虽然讲啊，人咧高中四十岁，那开始认同以这个系的学讲嘢，但是一个勇敢嘛去谈下要太硬，把我的激动怪兽变成一个全台湾体检。客家语文的生涯教育，同时把一激动怪兽啊变成一个用客家语文去传承客家话以外，伊们同时培养新人的怪兽无缺样的能力来学教。我哋经过刚才我哋高中团的主任了，那现场同我讲按照激动怪兽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来欣赏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能今日运动的吗？请放下来同欣赏来痛下运动的哦。今日欣赏要教大家的是热火有氧，请格格放下来同欣赏痛下运动哦。咱普普爱来做你的暖身哦，莫同手同脚的哦。耶稣，自然摆动就可以的哦。大可冷，他烘冷。天哪，不爱走，哈？减条。两松哦，两扎一下。两松的身体。好，讲的。起不来，哈，打开来，老强，读书的时候来咯，师傅要夹紧咯。来，扭腰哦，准备也会暖起来哦。
无奈伊用夹七条，是的老师的顽皮。好，书存夹转转啦。好，顽皮。左右来踏并踏并，跟上的身体快跳来，还来。苏打开来，哈好来。好乖嘛，接下来动作抬膝啦，左右抬膝哦，感受你呢，速快大。无同样的书哦，无同书同脚哦，谈论先生同阿走，看上书的吗？啊，更加书长。可以哈，夹个口试来看一下。好，吸来，一、二、三，吸完天，一、二、三，吸完天来，一、二、三，吸。好，嘻嘻，缓和一下。就好了哟，换一下动作哦。诶，打，同一个，然后来，另外一只手来打。好吧，你们。好，夹起来。打唔动拍，唔嘛可以打个七条，啊可以呢，打一个，还能从台式开始哦，是可能先让我感受下哟，一、二、三、四、五、六。打掉，再一百，一、二、三、四，打掉，好歪哈，嘻嘻，跳嘻，嘻嘻，跳嘻。好，休息。请让我低头都脚红来，耶稣。好，加上扩胸，把它变四个面哦，转一圈哦。完片，再摆来，完片来，可以吗？完出，
从从头开始哦。加松树，台西，半天来一、二、三、四、九万脚，再一百一、二、三、四、大脚，小脚。站起来，加扩胸啊！弯片，嘿嘿，跳起，继续难度哦，莫马上停下来哟、哦，安尼心脏负荷不了哦。五、完全一、二、三、四、完全一、二、三、四公斤步来，准备个绑冲来哦，要把脚伸出来哦，下块也再下去。叫叫，下几顶个背囊个伸出来哦，冲！伊在做个样个，看恁先快把豆输嘛。下半天哦，弓箭步，几顶个脚伸出咯。可以发再下去。跳脚，跟长的背囊伸出来嘛。慢慢的过来，两步。啊，那最里最最最里打下来哟，是咯。左右踏点加速。抬膝来，弯贴，打脚，后勾脚，后勾，弯贴来。好，嘻嘻。今天通宵，好歪吗？好歪哈，是可以穿的哈。下次能来聊哦。